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上，白无常像往常一样来收割将死之人的灵魂。这次要带走的人是一位寿命已尽的老奶奶，她轻轻嘘了一声，准备静悄悄地将老奶奶带走。正在这时，老奶奶用力推开房门，倒霉的白无常被挤扁在门口。白无常一个闪现出现在老奶奶面前，用手指轻轻敲了生命沙漏，表示老奶奶寿元已尽。老奶奶大惊失色，请求白无常再给她15分钟，却被白无常无情驳回。于是老奶奶用自己的方式开始和白无常周旋，奋力地为自己争取最后的15分钟。于是一系列爆笑奇遇开始了。老奶奶先是逃跑到房顶上，顺着管道滑落到地上，白无常紧随其后，但在落地的时候掉到了一个凸起的障碍物，无比疼痛地躺在了地上。老奶奶欢乐地继续逃走。老奶奶这一次躲避到了一间黑漆漆的房子里，打开灯一看，原来有个老人想自杀。两人大眼瞪小眼地看了一会儿，老奶奶麻溜地把灯关上，表示很抱歉打扰了。老人也一脸满意地继续自杀。结果白无常好死不死地赶到，啪的一声把灯打开，再次打扰了老人。老人愤怒地把白无常踢出门外，老奶奶继续逃跑，拖延时间，这次躲到了一个性感女郎屋里，安安静静地藏在角落，但还是被白无常发现了。就在白无常即将出手的时候，女郎看到了白无常，瞬间心花怒放，嗖的一下把他扔到床上，开始18般武艺对付白无常。老奶奶一看继续溜了，这次老奶奶跑回了家。可是不一会儿，白无常狼狈地出现在门口，老奶奶拼尽全力的反抗，和白无常跳起了芭蕾。这时门响了，老奶奶立马丢下白无常跑去开门，充满期待望着门外面，原来是快递员。老奶奶无比开心地把快递收下，迫不及待地将包裹打开，是一副假牙。老奶奶将假牙装上，还将墙壁上的相框扶正。老奶奶心满意足地来到床前，脱掉外衣，脱掉自己的鞋子，把沙漏里唯剩的一点时间敲了下去，一脸满足地躺在床上，静静地闭上了眼睛。但是似乎少了一点什么，对了，是陪伴自己一生的露齿大笑。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 Goodbye。